翻天覆地的记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杀了奸明，杀了他来吃。我们没杀过人，亦都没食过人。你跟韩恩讲些什么？他们不知道奸明怎么死，我不可以呃到他们一世，我更加不能呃到他们一世。你有这么久呃这么久？不要说了，最后一句不要说。反正是谁？